大家好，我是朴恩珍。二月五号到八号在 CITEC 举行的 CITEC Mega Show 2015中，有不少韩国中小企业以扎实的技术为基础，受到观众瞩目的产品。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无论何时何地，均能享受的 HomeLab 无线按摩器。HomeLab Korea 的 HomeLab 无线按摩器作为韩国首卧式按摩器，也是唯一的无线按摩器。重量只为750克，使用时对重量不会感到任何的负担。假设每天使用20至30分钟，充2个小时的电，即可使用1周的时间。以调频钮的方式简便地调节强弱，并且根据按摩的部位分6种按摩球，可替换使用。尤其按摩球与以往的手握式按摩需要随着按摩部位感到疼痛的硬硬的橡胶或塑料材质不同，该产品使用了抗菌效果强的硅胶材质，以空气海绵制造，即使是关节处和没有肉的部位也不会感到疼痛。另外，手柄处装置了震动马达，可对脸部和头皮进行按摩，不仅是可以管理健康，还可以作为美容仪器使用。凭自己的取向调节浓度的韩晶基 Sparkle Tocto， 韩晶基生活健康的新产品韩晶基 Sparkle Tocto 是在最近加制碳酸饮料日渐得到关注之时，得到很高人气的家庭用苏打水制造器。上个月在家庭购物节目中首次展示的该产品，在首日创出了125%的销售额，趁着这个大势，在此次 Mega Show 中也得到了关注。在专用大容量水瓶中装入水后，按下按钮注入二氧化碳，即可在3秒内制造出天然的苏打水的韩晶基 Sparkle Tocto， 可随着自己的取向分4个阶段调节，只要有含有碳酸的气缸，无论在哪均可制造出苏打水。有限的强度和无限的自由即为一体的 SAXMAHA， ACE 电子的 SAXMAHA 是结合有限吸尘器强有力的吸力和无限吸尘器便利的产品，是家庭购物中吸尘器部门中位于低位的人气产品。该产品可以以手提式和手握式2种方式使用，是2合1的无限吸尘器。它为弥补原有无线吸尘器吸力的不足，并升级了电池，强化了吸力，将电池重量最小化。除了基本的吸尘功能以外，还有可以清洁寝室、清洁抹布、清洁夹缝等各种刷子，并且还带有照明功能，在清扫夹缝时可以使用，得到了人们的好评。研磨提取保温杯合为一体的 Cafflano 一体化咖啡机。最近低滤咖啡的人气高涨之时， GRP 公司的 Cafflano 一体化咖啡机在 Mega Show 现场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该产品是将研磨提取和保温杯一体化制作的携带方便的咖啡机，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泡出新鲜的咖啡，非常适合喜欢登山或是野营以及骑车的人们使用。它的外观跟一般的保温杯一样，杯盖用来替代水壶，提取网以钻石模样独特的设计而成，为计量方便，制造成地面与提取网约为270毫升的容量。好，本期的介绍的韩国人气产品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